Tubo， 仲有咩呢个人？系咪打过噶呢个 ？Why？ 你唔系攞个，你唔走啊？我唔使谂噶啦呢度。啊，美纳斯啊，好啊，美纳斯，好平滑。佢走得都好嘅，系啦，烧伤啊，烧伤果，烧伤，烧伤猪先啱，担到都系一半啊，一半都打唔到，阴公，啊，机战，应该未必啊，机战，嗯，佢有自我再生美纳斯，佢快过我，下一弯佢用自我再生。所以呢个自由岩筆冇乜问题，系啦，因为佢又打唔入我，我又打唔入佢，啊，有水冲放草熟啊，可以啊，啊，如果但系我谂，如果我中个烧伤会好危险，呢个时候转，所以我唔可以转呢度，又砸落去，慢慢读啊。咁恶嘅佢用猛毒，嗯，咁啊，既然系咁啊，咁早知头先个弯爆咯，呢弯要爆，佢一定用，定系走咧？其实走都得，唔一定要爆，引佢出只火虫出嚟先。呢一定自我再生，火珠有乜用？烧伤自己咯，烧伤自己触发佢个美纳斯特性，换走咗啦已经。哎，唔换喎佢，我仲谂住佢会换添，中咗剧毒，冇乜所谓嘅剧毒，我都唔会留太耐呢度。唔走啊！真系唔走啊！佢，你再试下唔好走，死紧都话俾听你。嗯，原来我都打唔死佢啊！咁高攻都照车内啦，仲唔转啊？死啦佢！我仲可以吸多波血，哇！仲未死啊！好啊，睇下边个爆到激啊嘛，好，我就睇下爆唔爆到激呢度。佢不断回紧多嘅，越嚟越回得越嚟越多啊，条友51.5，睇下先，转头射鬼先。你玩下健美咧，准备爆个盾啊！我要，无能草食系，见佢头先咁样打我只岩石度都扣，唔知呢只都唔会多得去边。差不多啦，两弯健美之后可以睡觉啦，我哋。喂，估唔到我居然打唔入美纳斯哦，争少少。可能头先爆个击一嘢打到佢咧，打到佢痛。头先如果我用木角嘅话可以打死，但系估唔到佢咁有自信对自己只美纳斯。嗯，话清雾啊 ，OK， 慢慢玩，30分钟。嗯，又系呢啲美纳斯嘅。清强化流嗰啲，咁换重咯，铁甲背，又系呢啲强化流啊，趁呢个机会，我咪瞓咗两弯啦，
啊，瞓咗两晚啦，哇，两晚都用瞓觉。点解闪鸡翼蛋值钱过闪超猛？因为未好难有啊，特性加埋防系啊，准备掉佢出街啦，佢减咗防。拜，够胆死破壳嘅呢款，而家用龙星群可以啊，我都系琴日先发现，哈拉克罗斯唔使问，肯定系烧伤果啦，烧伤猪，近身拳击啊，填味咗先，地震。奇奇怪怪，有近拳唔用近拳，用地震。应该换咗重，我觉得佢。咦，佢唔换喎。打咗佢30%。唔走啊！真系唔走，咁我继续打咯。好，唔走，继续打。出火神种出嚟啦！肯定知道地震好对空。雷伊贝啊！有啲难搞啊，不过我呢只应该都舍弃嘅，老实讲，唔紧要啊，照打。哇，军天雷啊，用，竟然用军天雷 ，Oh my god！ 冇咗美纳斯之后死咗三件佢，火神中出嚟啦，送俾你呢只，你咪用蝶舞啊！熱風，你呢個熱風都唔中，應該會唔會頂到呢？可能頂到，我覺得。哦，俾真人到75%，哇，仲係命玉啊！扮下低能仔先，扮我換唔到重先，跟住我就，其實佢呢只應該快過咩？等下先，雷重，呢度用泵好似穩陣啲喎，用泵啊，留一留呢只喺底。我哋雷霆弹，bomb 去啦！啊，搞掂，跟住我哋放翻呢只出嚟，放翻只庞硬怪出嚟，真系唔错啊！呢队新队呢队。一隻红鬼已经打了很多个，拎呢些做翻个标题先。美纳斯喎，等我等，我整翻排翻嗰个位先。OK， 得啦。好在佢劇毒咗我，我就唔会中咗烧伤。准备受死啦！跳啦，最后一只刮痧烧伤，拜。只鹿啊，冇乜作为呢度，跟住梗系放 boom 啦，最高速嘅 boom。哇，幸运蛋放底 ，OK， 幸运蛋。跳步。点解可以咁久嘅我？点解可以咁久嘅 ？Oh my god！ 我的低温。OK， 跟住我哋用只鲈鱼啊！我惊佢用水技，我惊佢用火技打我只虫啊！嗱，喷射火焰，好在我冇放甲虫嘅，嚟啦！哇，
真系无比咁爽快，我觉得呢一场。犀利！冇得生蛋放毒啊！我都估到佢一定有噴射火焰啊，所以專登唔放甲蟲嘅。哇！呢啲就係快感喎、啊、咧，玩 OU 嘅啫，玩 OU 呢啲就係快感啊，各位。